你是最新来的吗？对吧？对，我是新来的。我前几天在做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脚给扭了。哦，天哪！我是之前呢是有一个交通事故，所以把我送来了。我叫米歇尔。哦，好可怜呐！你有没有受伤？还好啦，只不过脚也是撞伤了一下，有轻微的小骨折。他也比较幸运而已。我是上次跟我的朋友一起打篮球，把我的脚给摔伤了。天哪！可大家都有是有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，小小的小故事。哦，这个呢是叫尤里昂，然后他是一个新来的。你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啊什么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从轮椅上掉来了呢。好吧，没事。我们来先来看看你的脚怎么样了吧。那一会儿见。好的，好的。这边疼吗？不疼。那这里呢？这里也不疼，有点痒。没事啊，我觉得我们明天呢就已经可以出院喽。哦耶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谢谢。那我准备一下。嘘，米莎，米莎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哦，这里怎么了？都还好吧？哦，我觉得我被吓着了，我的鼻子，我的鼻子，我觉得我鼻子流血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医生，我只是想要吓你一下，没想到真的是把你吓起来了。哦，天呐，要不然你医生你去检查一下吧，你的鼻子一直在流血呢，千万要不小心啊！天呐，对不起，医生，我刚刚真的只是想跟你做个小小的这个惊喜的，没想到能把你吓成这样，对不起，那好吧，没关系。